已经结婚的举手。哇，这么多，好，来举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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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有问题哦，这问题非常的直接哦。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让你嫁给现在的另外一半，你还会要的？继续举手。好，没有错，好，有人已经默默的放下手。有些人举手，有些人知道今天课程有录影，所以不管怎样，还是要举的手。好，来各位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根据研究调查之外，女性朋友诶，90%的疾病都来自哪里？都来自于另外一半，所以你现在所生的病都跟另外一半有关系。